下来将为大家献上的是由温碧胜和玛丽为我们带来的川剧小丑戏的经典《皮筋滚灯》。皮筋啊，因为赌博成性，被老婆惩罚头顶油灯，做出各种喜剧的动作。该剧诙谐幽默，表演生动。Next, please enjoy the classical Sichuan opera play named The Rolling Oil Lamp, which tells a funny story of a couple. Peter! 我滚回来。你莫后悔，铁伟，亲呐，亲呐，亲呐。破链儿，哎，你的帽子呢？赌输了。哼，咋没把衣服一哈拿去赌了呢？哎呀，这个衣服输了要脱，脱了衣服好有如斯文咯。他那个样子还有如斯文咯，好嘛，那就脱嘛。我这个衣服穿得好好的，为啥要脱？不脱？脱？不脱？你给我脱！该嘛。皮筋儿啊，今天呢你去耍累了，我要好生的奖励你。嘿嘿，我这个婆娘今天像是吃错了药了，平时又歪又恶的，今天还有奖，看一下奖励个啥子东西哟。啥子东西？油灯嘛。拿来爪子呢？我咋个晓得拿来爪子呢？听到我跟你说，我喊你把这个油灯要钉在你里头。啥？你拿了恁该大一个碗，装了恁该大一碗油，还点了一个火，火点燃了，油烧烫了，落到我的光脑壳上。那都要得呀，顶不顶？莫法顶，你给我顶！拿来嘛！顶嘛，顶嘛，顶都顶起了的嘛！顶起了啊，皮筋儿，平商家呢？你在外头跟那些张家姐儿，哎呦，李家妹儿是拽过去就过来的。今天我要喊你在这儿等到大家茶颜落粉烂扮女装，拽个够。茶颜抹粉男扮女装，婆娘，我顶起这个碗动都没法动，咋个有法拽呢？哎，到底有法没法？没法。加法。拽拽拽哟。
完了，拿起钱。还早，摆板凳。耶，板凳摆起，排排坐，吃哥哥安逸呀。你嘴巴好吃。我喊你把这个碗顶起，从这个板凳底下要转过去，还要转回来，翻上来再打几个滚儿。顶起这个碗要转过去，转回来。这个板凳上头又没搭楼梯，我咋个样子爬得上去嘛？那我不管，转不转？没法转。你给我转！转。转转嘛，起起皮筋儿啊，把这个灯儿吹了，把灯儿吹了。Yes， 吹灯儿嘛，好简单哦。看到，快吹。吹了，哪个喊你这个样子吹的？哪喊你吹的？不这个样子吹，要咋个样子吹嘛？不是说喊你把它要顶在你里头上吹。我这个脑壳上头又没长嘴巴，咋个放到脑壳上头吹嘛？吹不吹？不吹。不吹。不吹。吹。吹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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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吹
落车。我怕你不吹。吹嘻哈。吹灯儿嘛，好简单咯。咋没有吹熄嘞？这一下呀，肯定吹得。抽白点咋子？站高点儿吹。哦，嘿，我就是说，咋个紧到都吹不熄哟？搞了半天，何的啊？你一直在背后烧我的阴阳火啊！咦，你相不相信我今天敢打你？哎呦！对，哎，莫扯，莫扯，啊啊！中国杂技艺术享誉世界，而在成都呢，我们也拥有非常多的杂技人才。接下来就有请张媛媛、熊瑶小姐为我们带来精彩的杂技表演《空竹》和《登记》。Acrobatics is famous everywhere, and we also have some excellent acrobatics in Chengdu. Next, please welcome Miss Zhang and Miss Xiong for an acrobatic show.